我们上一集说到呢，刘坤这个人文武全才，所以说到了滨州之后啊，一时之间啊，呃，搞得还不错，而且等于是把滨州、把晋阳这块根据地啊，经营的呢非常有方。当时呢，他对这个周围的就滨州周围的这个匈奴别部，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杂鲁，就是不是纯种那种匈奴部族的那些人呢，啊、呃，也是施以离间之计。 一时间呢，呃，向晋阳啊、呃，这个晋朝政府投降呢，有一万多户。结果呢，呃，这个刘渊啊、呃，就是当时匈奴汉国的，呃，那个汉主刘渊大惧，他就呢从离石迁出了，就不敢以离石为首都，因为离石离晋阳也很近，他就在蒲子城，呃，造这个奸城而居，就怕刘坤率领晋军来袭。说来也很好笑。 你想这个刘渊称王的时候啊，他是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啊来祭奠，并追尊蜀汉的那个皇帝啊刘禅为孝怀皇帝。刘禅他爸刘备呢，一直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就汉朝的。那么刘禅肯定也属于中山靖王之后无疑了。而和刘渊为敌的这位大晋忠臣刘琨。 是真正姓刘的，恰恰是百分百没有参假的中山靖王之后汉室血亲，所以说如果按礼，按这个就是礼仪的礼来讲呢，哎，这个刘渊和刘坤呢还真能论世系排行，因为这个刘渊那不也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后，我们把这个刘禅尊称为这个怀帝嘛，排来排去，说不定两人还能论出，哎，谁是谁的大爷来？当然，刘渊之所以姓刘，其实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 刘邦呢曾经嫁汉室的淑宗公主给匈奴人，所以说这个刘渊的这个刘姓是茂姓。那么刘渊和刘琨，他们不可能临阵论亲戚了。刘琨呢在滨州一带呢一直是苦心经营，屡北屡战，屡战屡北，所以说倍感艰难。那么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呢，晋阳城这个流民啊就跑逃出去百姓了，慢慢返回了，所以说鸡犬之音复文。 哎，一看这人民慢慢逐渐有点安居乐业那意思，因此在虎狼争斗之际，哎，附近的汉族人民呢，终于找到了一块相对安全的飞地。你想、啊，这些人生活、生产、战斗三不误，所以说呢，晋阳城啊已初具规模。刘坤的父母呢，这个时候呢也从洛阳赶来和儿子相聚，远近的士子啊、那个流民啊，什么争相奔赴，来依附刘坤。 但刘坤这个人呢，善于怀抚，短于控御。这是历史书上对他的记述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很善于啊，就是啊抚慰众人啊，大伙儿看他的名声都来了。但是真正啊，怎么样啊？就是说以这种治理的角度啊，来治理，呃、啊，投奔他的人，哎、啊，他这方面就是他的短处了。一日之中呢，归到济阳的人有数千人这么多，但是呢、啊，真正就觉得后来觉得失望了。当时哎，离去的人数目也差不多。 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见，毕竟刘坤他骨子里啊还是公子哥性情，他从前的那些呃，就是这个脾气啊是不能一下都改的。刘坤平时啊，确实你想做公子哥嘛，这个这个豪奢的生活惯了，这个声色犬马啊、呃，就没事就喜欢这个。所以说呢，他虽然能在艰难困苦当中啊、呃、自我这个激励，不久呢，他又会恢复到他原先的啊、呃、那种啊、呃、就是习性。 你比如说好喝酒啊，好听音乐啊，呃，什么美女妓啊，挥金如土，那这种性格他改不了的。因为我估计啊，这个可能也有遗传。你比如说这个，呃，他的远祖中山靖王刘胜就是好色、好财、好挥霍，我估计遗传这么多代，到他这，到这哥们这儿啊、呃，也是这样。当然，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形而上这么一说，还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那种家庭环境啊造成的。 可能在刘坤看来呢，哎，所有乐于挥霍的时间呢，都不能算作浪费。所以说，这个也算是比较的忠于他自己了。如果在歌舞升平之日啊，刘坤这种哎，这个这个放达，呃，这种这个呃，这如此这个挥金如土啊，喜爱声色，说句实话也没什么、呃，太可指摘的。确实人家趁人直嘛。但当时的晋阳三面受敌，北有鲜卑，南有匈奴，东有王浚，都对他虎视眈眈。 把刘坤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啊、呃，去监狱拔之而后快。公元三百零八年十月，匈奴部族首领刘渊就在蒲子城，就是今天山西的隰县称帝了。期间呢，刘坤手下的大将石勒接连攻陷巨鹿、常山、冀州。巨鹿就是河北宁晋，常山今天河北正定，冀州今天就是河北的蓟县了。一百多个当地的五宝武装呢，这都是汉族的，都向石勒投降了。 不久呢，刘渊的儿子刘聪啊，就是汉将王弥，呃，还有那个石勒，合军进攻壶关。壶关就是今天山西长治的壶关县。那么刘坤派去的那个晋将呢，连连被杀。所以说，那个西晋的上党太守一看见势不妙，也投降了。所以说，屋漏偏遭连夜雨，船漏又遇顶头风。不仅处处战败消息传来，原先归附晋朝的匈奴右贤王刘虎，还有白部鲜卑。 这个时候也都是墙头草顺风倒，愤愤向刘渊称臣了，对刘坤的晋阳根据地就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审时度势之后呢，刘坤呃只能派遣使人，啊，带遣大份的金银财宝厚礼，请谁呢？请鲜卑拓跋部的酋长拓跋一卢出兵，和自己一道呢，和这个匈奴刘渊来争锋。拓跋一卢这个人倒是特别讲义气，就派他的侄子拓跋玉律率领两万鲜卑精兵助战。 刘渊匈奴兵啊，确实很能打，但心理上一直害怕鲜卑人的勇猛和亡命，所以交手之后呢，不仅匈奴刘虎的军队大败，降服刘渊的白布鲜卑也损失不少人马，都被刘坤啊，还有鲜卑联军啊，给打败了。得胜之后呢，刘坤和拓跋一卢呢，置酒高会，两个人就结拜为兄弟。由于患难相助，感激之余，刘坤就上表朝廷，奏请哎，朝廷封这个拓跋一卢为大单于。 以代郡封他为代郡公，当时的代郡啊，实际上不在刘坤手里，在谁手里呢？是属于割据一方的，当时怀有不臣之心的那个晋朝宁朔将军王俊，他的手里，就是代郡当时在幽州。王俊一看一听，当然不答应了，派兵偷袭拓跋一卢。拓跋一卢人是吃素的嘛，反而被拓跋一卢打败，由此呢。 刘坤和王浚这两个人都是晋朝的大臣啊，他们的矛盾就开始公开化了。那么正在崛起当中，这个拓跋氏，哎，这个首领拓跋一卢呢，他很想趁机呢，进入汉地发展势力，他就率领部落万余家从云中入燕山，向刘坤要什么地方，要行北之地。刘坤呢，这个时候也不得不答应，又想呢，依靠这拓跋一卢。 就答应把这个楼烦啊、马邑啊、阴馆啊、凡寺啊、什么郭县的五县，号称是行北，呃，这个五县吧，这个人民啊迁到行南，然后把行北这个地方呢就交给了拓跋一卢。公元三百一十一年年底，刘坤和同为晋朝大臣的王俊呢，因为州民问题又发生了直接冲突。说到这里呢，我们要说说这个王俊。王俊的字旁祖，他是西郡那个大臣王臣的儿子。 这个王臣确实不是什么好货色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先前讲的那个高贵相公曹髦的时候，记住了，当时这个曹曹魏这个少帝曹髦啊，带兵攻打司马昭，临行之前就招王臣王业两个人以实情相告，这两个不忠小人扭头就跑，赶紧去向司马昭告密了。所以说，最终使得这位美少年皇帝哎，就被那程济这个义吉给捅死在车里了。王俊啊，程济他父亲、啊、王成的爵位。 在晋惠帝的时候，出镇许昌，而当时呢，这个缅怀太子司马昱被这个贾南风囚禁了嘛，然后就囚禁在这个许昌。王浚接到指令之后呢，与那个太监孙虑就共同谋杀了这位太子爷，而因此呢，他还获迁为宁北将军，啊，不久又升官了，封为宁朔将军，而且那都督幽州驻军事。眼见当时朝廷混乱，盗贼风起，王俊知道天下大乱了。 就是自己呢，就很有说想为帝为王的，呃，这样的一种心思，因此呢，他就和他幽州旁边的那些少数部族的首领呢，深相接纳。他把一个女儿呢，嫁给鲜卑，呃，这个酋长乌武臣；另外一个女儿又嫁给胡人酋长的苏怒延。你甭看这两个人这名字有点怪，确实是怪，因为他们都是少数部族的首领。 后来呢，赵王司马伦篡位，司马三王起兵打这个赵王司马伦。王浚当时是首鼠两端，持兵观望。成都王司马颖呢，当时就想讨平他，但当时呢，这些王爷内战贫瘠，无暇他顾。气愤之余呢，成都王司马颖就派这个他的这个司马呀、啊、合演为幽州刺史，暗中嘱咐就合演，你如果有机会就把王浚啊给我杀掉，把他手下兵马你都给我统领起来。 何偃这个人呢，手持这个成都王司马颖的这个密旨，他先召见的呃乌丸单于这个沈登，得到对方的口头支持，就就是少数部族的乌丸部族这个单于叫沈登的啊，对方说没问题，我跟你、呃、一起，然后就想一块把这个王俊呢呃这个逮起来杀掉。那么新官上任，何偃和王俊的约定就在继城，继城就是今天的北京，在城南清泉水上共聚宴饮，哎、呃，那。 全都是晋朝大臣嘛，当时呢，晋城之内有两条驰道，就是走马的这个这个石头路。何衍和王俊呢，各走一道。何衍就想趁两个人啊，这个仪仗队交合，两个人马上兴揖啊,行医啊做礼的这个时候呢，趁机就杀掉了王俊。不巧呢，那天忽降暴雨，这兵器都湿了，不便弓刀，所以说磨杀王俊呢就未果。为什么一下雨大伙儿就出不来了嘛？ 而乌丸族这个沈登单于很迷信，他就和这个族人啊，他手下那些人嘀咕：“你看何延想杀王俊，几乎就要得手了，忽然天下暴雨，这就是上天要是帮助王俊，为天不降啊！我们、啊、还是别站在何衍一边了。”于是呢，这沈登单于呢就向王俊告密，告诉何衍要杀掉他。惊恐之余啊，和这个王俊，你想他毕竟势力也比较当时比较强盛，忙召集兵士，哎，和沈登一起。 攻杀了何晏，那么完全控制当地局势之后呢？王俊又招来他的鲜卑女婿那乌武禅那酋长，率领鲜卑联军两万人，大举进攻成都王司马颖，因为他知道何晏后台是司马颖，攻击邺城，一下就杀死汉族士庶啊数万人。那么鲜卑骑士呢，就是这些兵马在城里抢掠了不少，呃，这个汉族的美女。回军途中呢？ 王浚又怕这些人带着这些妇人啊有误战事，就下令有携藏者斩。当时我们要知道，鲜卑骑兵啊还特别怕晋朝将军的那个将命，愤愤就把抢来的美女啊推入易水之中，结果淹死了八千多人。所以当时觉得的都是绝色美女。那么晋怀帝继位之后呢，就封王浚为骠骑大将军、司空，领乌丸校尉，并封他女婿乌武臣呢为大单于、辽西郡公。 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那阵没办法，只能依靠这些。不管他内怀二心也好啊，是这个少数部族的首领也好，因为那阵天下战乱，只能依靠这些人。王俊呢，有了新的封爵啊，自感觉更好，就在河北一带呢，拥兵自重，带着一大帮的鲜卑的雇佣军，与匈奴汉国的刘耀手下的大将啊，啊石勒啊，双方互相攻战，啊，互有胜负。 那么，鉴于当时危急的局势呢，刘坤就派族人，他自己也姓刘，叫刘熙的，到中山各地去活动，什么代郡、上古、广陵啊，呃，这些三郡人民一听，哎呦，刘坤，刘大名士过来了，都向他来归降，来归附。王俊这个时候一看，刘坤，你这不是跟我自己争地盘吗？他也顾不得去打石勒了，调转马头，率领大军和刘坤，啊、呃，这个军队开始交战。你想，就全进军打进军啊。 王浚的鲜卑联军战斗力特别强，很快就攻杀刘坤派去的刘熙，然后呢，把那三郡的侍女、老百姓啊，什么当时的那些军兵啊、周兵啊，呃，全部都出塞了，都弄到自己那里去了。刘坤这个时候力不能及，只得退避。正是由于同为晋朝大臣，刘坤、王浚这两个人窝里斗，那匈奴刘氏的汉国就屡屡得手。 晋怀帝永嘉五年，啊，这个石勒已经全歼了司马越十多万这个兵马之后呢，匈奴刘聪的军队又攻陷了洛阳，就生擒了晋怀帝，杀伤数万汉族兵民之后呢，满载而归。这个时候非常窘迫啊！你想、啊，又是刘琨的鲜卑老哥们拓跋以卢派他儿子拓跋六修来帮助刘琨，啊，同时呢，为这个呃战斗。 同时，就等于最后，呃，看守什么呢？就守卫住一个奸城，这就是当时的新兴，也是今天山西的新县。而那个时候呢，和拓跋六修一起守新兴的刘坤手下将领邢延，呃，找到了好几块上好的玉石，就进献给刘坤。那么为感激这个拓跋鲜卑人，你看来投附帮忙啊，刘坤呢自己也没要，就把这些上好的玉石呢转送给了拓跋六修。你看这位拓跋王子还挺贪财。 得了好处不说呢，又知道这个是邢炎送的，他就转向新兴城内的进将邢炎啊，你给我这玉石是你从你这儿来的，你给我弄更多，你得献给我。邢炎呢还不好得罪这个鲜卑人，实话实说，说我得到的玉石都已经给了刘坤了，我自己根本一块都没有。拓跋六修就不信，就把邢炎的妻儿抓起来囚禁，就是你如果不给我的玉石，我就把你妻子儿子全弄死。邢炎这下大怒。 率领他手下的兵马，攻袭拓跋六修，就把这帮鲜卑兵给打跑了。在这之后呢，他又害怕刘坤怪罪自己，那是他老上司啊。因此呢，这个邢延呢，就以新兴城为礼物，向匈奴刘氏投降了，而且呢，还请来匈奴的兵马一起一块进攻滨州。这一下，局势就万分危急了，复杂了。自以为有大将气度，刘坤呢，这个时候你说他着急吗？因为他着急。 但是他依旧安然自若。晋怀帝永嘉六年，就公元三百一十二年，他一方面就移席所辖的州郡，表示十一月咱们要会军平阳，平阳就是今天山西临汾，就当时匈奴的大本营所在地。一方面在在他的、呃、这个晋阳治所内呢，大张乐宴，呃就是天天是喝酒啊、呃，观看那些舞蹈。那么在城内呢，当时有个河南人叫徐润的，这个人是个大音乐家。 刘坤呢，一直特别欣赏他的音乐才能，觉得是自己知音，非常宠幸他。你说你宠幸他，这艺术家嘛，哎，也就就谈谈艺术就哎，他不，他提拔这个填词作曲的哥们儿啊，担任晋阳令，一下叫他当晋阳的地方长官了。徐韵这个人呢，虽然说是个大艺术家，但是贪财爱货，非常的骄资，经常干预政事。 对于这个人呢，刘坤手下的护军将军有个叫令狐胜的，特别正直，就多次劝刘坤，就说你把这个人应该杀掉。你想咱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啊？你说这么一个呃填词唱曲儿的，天天贪赃枉法，还有让他当这晋阳守令，哎，刘坤就是不听。徐润呢，很快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暗恨令狐胜。一次呢，趁着刘坤饮酒赏月兴致正浓的时候，忽然就告发说令狐胜啊要率领一帮人马拥刘坤称帝。 啊，他就得背叛晋朝。你想，一向以京中进士为己任的刘坤，听着大怒，也不加细审情由，立刻派人斩杀令狐胜。其实呢，仔细推究，这刘坤呢，也很有可能啊，一直对这令狐胜啊还是比较记恨，因为这令狐胜这个人呢，名声很好，而且手下拥有精兵，借此机会，他正好发泄。但刘坤的母亲啊，是个贤明知礼的老太太。 知道此事之后啊，就招来刘坤，让他跪在面前严责：“你说你不能宏图远烈驾驭豪杰，只想除掉比自己强的人，以此来自安，又怎能完成国家的兴复的大业呢？如此下去，祸必及我。你这样这样干、啊，以后你肯定把祸事引到你父母的身上。有句话叫‘知子莫若其母’，所以刘坤的祸事呢，的确已经不远。闻知自己父亲。” 被刘坤杀掉了。令狐胜的儿子令狐尼赶紧逃到匈奴汉国，哎，皇帝当时那个刘坤那里，把这个刘坤当时的这个虚实啊，晋阳城内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都向这个呃刘聪汇报了。匈奴汉国的大将刘灿，就刘聪的儿子，包括刘耀，哎，就是让这个令狐尼啊，让他担任向导，率领的这个经济进攻滨州。刘坤这个时候闻讯东出，四处收兵。 就想啊，拉更多人来抵战这个匈奴的汉兵，但匈奴汉国大将刘灿、啊、和这个令狐尼啊，乘虚突袭晋阳，而且竟然得手了。这一下刘坤的父母，啊，包括他留在晋阳的家人啊，什么官员啊，啊，全部被杀。晋朝各路大军呢、啊，呃、啊，一起失败了，晋阳失陷了，父母被杀，哎，刘坤这个时候、啊、确实是又悲痛又后悔。 也没办法，只得率领呃十余骑人马逃到常山。那么在败亡的危急关头呢，又是这鲜卑爷们拓跋乙卢出手相助。那么公元三百一十三年十一月，拓跋乙卢派他儿子拓跋六修啊这些将领率领这个鲜卑兵马数万的进攻晋阳，他本人呢率领二十万鲜卑大军殿后。 反观刘坤呢，这个时候啊，他只有近日召集的汉族那些散族数千人，他们只能是加在鲜卑这个军马当中当向导用。那么，匈奴刘氏的中山王的刘耀呢，连忙把军队调出来，在汾水东岸和拓跋六修的鲜卑军对阵，双方就开打了。我们要知道，匈奴遇鲜卑如狼对虎，始终是心怀畏惧。交战不久呢，匈奴汉军大败。 刘耀本人身中这个好几箭，差点死在阵中。大败之后，这刘耀逃入晋阳城内，连夜和那刘粲，就刘聪的儿子，大掠晋阳之民，就把这晋阳又抢掠烧杀一番。然后呢，呃，率领这抢来的人马、珍宝什么，翻越蒙山逃归。拓跋一卢呢，率领鲜卑大军追击，在蓝谷，就是蒙山这西南那地方，大败匈奴汉军，杀的对方夫尸数百里。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 这横亘百里的人尸，估计大半都是被汉军裹挟那些晋阳百姓。真正的匈奴兵将有马有武器，逃跑途中估计也不忘刀砍斧剁，大肆杀戮平民。最可怜的就是这些无辜的这些晋朝的百姓，即使侥幸啊，在匈奴刀口下生存，马上就被追上来的鲜卑人砍掉脑袋。无论如何，算是晋朝鲜卑联军啊得胜了。为此呢。 刘坤从营门啊步入拜谢，就为了表示尊敬都不敢骑马了，故请托巴乙卢继续进军。但当时的托巴乙卢对此呢婉言回绝，他怎么说呢？哎呀，这非常对不起，你看，我来晚了，呃，这个您的父母啊，呃，就就被害了，我确实是内心愧疚。 但是呢，现在您的这个领土呢，您的所这个州境呢，已经恢复了。我远道而来呢，现在的士马，我手下的战士马匹疲惫至极，等我日后一定再派兵来帮助您。于是呢，他又送这个刘坤兵车百胜，什么马牛啊、羊啊，呃，这好都好几千头作为军资，还留下两个本来就是这个晋人将领的将军呢，呃，协助刘坤守卫晋阳。 现在呢，刘坤经营了几年的晋阳，就重新又变成废墟了。为什么呢？那匈奴、韩国，他们临走的时候，把这个晋阳又烧杀抢掠一番，呃，已经无法重建了。无奈何呢，刘坤只能把这个军队啊，呃，转移到阳曲，就今天太阳以北的一个地方。虽然说是战战兢兢啊，兢兢业业啊，然后召集王散的士兵和百姓，但是事易时移，形势呢，对他越来越不利。 晋愍帝建兴二年，就是公元三百一十四年，匈奴汉国的大将石勒忽然哎来信，要和刘琨讲和，并表现出愿意率兵征讨王浚，以效力晋廷。刘琨一听大喜，认为这石勒可以和自己联合起来，除掉身边一个劲敌。其实当时匈奴汉国手下大将石勒真正目的是干嘛呢？是想集中自己的力量，先把王浚干掉。所以说他先卑辞下意，稳住刘琨。 以免自己腹背受敌，倒霉蛋王俊呢？这个时候就自我膨胀的不行。王俊的父亲王臣，我们刚才都是说过，这个王臣自处道。王俊当时就牵强的认为，他们王家呢应那个当涂高那个陈言有称王为帝之命。这个三国的时候，这个当涂高就有这个陈言，所以他就自处道嘛。哎，我们家就是当涂高。他但凡手下有人健劝他的，咱别野心这么大，不是被外放就是被他杀掉。 而且是王俊这个人呢，特别特别的宠信手底的小人，不理政务，对于辖区的人民啊，啊就是广为压榨，所以说他辖区的老百姓纷纷逃亡。那么王俊他在八王之乱中呢，凸显实力。他怎么凸显实力？全靠他手下鲜卑、乌桓那些雇佣兵，就他那俩女婿。这个时候，他的手下人纷纷离他而去，使他失掉了手下的最大的王牌。 为什么当时鲜卑乌丸慢慢也不听他的？本来晋朝当时已经统治已经不行了，再加上这王俊王大人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人啊，又加上天灾人祸，王俊的实力实际上已经大不如前了，日益虚弱。而匈奴汉国的大将石勒呢，一直想除掉身边啊这个王俊，但又不知道对方的虚实，就先派人啊向王俊问候，主要目的就是侦察王俊的军事政治实力。 那么石勒手下的参谋呢，都建议，既然您派人去见这个王俊，应该就以这个敌国之礼，啊、呃，就是说咱们平起平坐去见他。这个时候呢，石勒手下的幕僚长张斌就说：“不，王俊这个人啊，名为近臣，实际是想费尽自力，只怕四海英雄啊不会追随他，因此他特别渴望得到大王您的拥持，以您威震天下来，他取得他自己的名声。” 所以说，您一定要卑辞厚礼，折节视之，给他当孙子，这样呢，才能使王俊呃产生麻痹之情。哎，石勒一听，你说的对，马上派人带了好几大车的珍宝奇货，然后呢，奉表于王俊，就等于是以属下的这样的身份来拜见王俊，表示说什么？你看我石勒本是一个截胡小胡，遭逢这现在这个大乱，呃，才有可能呢，呃呃聚得一帮人马。 现在呢，晋奏沦丧，你看这晋朝已经快完蛋了，四海无主。如果称王为帝者，非公而谁？就只能是王公您了。所以我就希望您早登王位。我失乐奉待殿下如天地父母，希望您啊，视我如儿子一般。你说他这石这个王失乐都能卑辞下意到这种地步，好，这王俊看到这失乐的书信，乐着这哥们差点轰过去。 你想，本来现在、啊、等于是强撑，哎，在那儿摆大架子。你想，昔日的强敌石勒，居然摆出一份儿子样，啊，一会儿陛下，一会儿殿下，殿下称呼自己，要拥拥戴自己为皇上，他确实高兴的冒油。当然了，王浚也不是傻帽，高兴之余呢，他就问，这个石勒派来的使臣，你说石公一时豪杰，跨据赵魏之地，他凭什么要向我，呃，这称臣称藩呢？ 石德的使臣呢，对此早有心理准备，趁机呢又给王俊戴上一顶大帽殿下，您中州贵望啊，您名情一下啊，无论是胡人还是中州，听到您，谁不哆嗦啊？啊，你看，而且自古胡人没有能成为帝王的人，石将军就深信您啊、呃，就是正能当帝王，所以说呢，想早一点向您投靠，攀龙附凤啊，以后呢，呃，就希望能成为辅佐您的名臣。” 呵，这一席话说的这个王俊还不得不信，大喜之余，他就连石勒派来的两个使臣都加封为列侯。你说他在这就感觉自己是皇帝了，而且又给石勒返回的是一份比这个石勒送给自己更多更厚的大礼。为了获取王俊的进一步信任呢，这石勒呢还斩杀了好多王俊先前手下叛逃到自己营中的啊一些将领。 由此呢，王俊就更信，呃，这截胡头子对自己忠诚无比，再也不怀疑石勒的动机了。石勒派使者来，王俊也应该派使者回访啊。所以说，到了石勒的根据地相国，这个石勒马上命令手下把那些禁足和精甲，那些特别精锐的部队都给我藏起来。所以说，王俊这个使者看到的都是些，呃，石勒手下的老弱士卒，就示弱呀、啊。然后他自己呀、啊，还对王俊的使者北面而拜。 接到王俊赠送石勒的这个一柄竹苇，石勒也放在这个墙上，朝夕跪拜，而且对王俊使者说：“你看我自己呢，不能面见王公，我见到他赐给我的竹苇，就如同见到王公一样。”同时呢，石勒不停地向王俊进献珍宝，连绵不绝，并提出四月中旬就要亲自去幽州面见王俊，奉代王俊称帝。王俊这个时候说句实话，已经骄傲至极了。 此后对这石勒没有任何防备之心，送走王浚的使臣，这阵石勒呢，就向自己呃派出去回来的使臣就问王俊这个人虚实如何？这个使臣就是如如打实的汇报：幽州去年发大水，呃，百姓都没有什么粮食可吃。你说这王这个王俊呢，好多粮食。 根本就不赈济，就是、任凭人民饿死，而且他刑法苛酷，赋役繁重，所有的这些这个在他手下那些都是些小人，而且呢他还大修台阁，呃就自己封任百官，呃自己还自己对别人说他自己就是汉高祖和魏武帝重生。石勒一听这个些话就大笑，知道这王浚也是自己囊中之物。那么在公元314年四月就石勒率大军抵达易水。 王俊手下的将军啊，这个孙伟马上派人紧急告诉这个王俊，就说：“你看石勒来了，咱们赶紧出兵抵御吧。”王俊这位身边的将佐也纷纷进言，说：“这个胡人贪而无信啊，其中必有诡计。他们就忽然就来了，就希望王俊下命迎击。你即使不迎击，你防备也好啊。你看，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王俊听手下一劝，他不是大惊而大怒，马上连声斥责。 石公来此，正要奉待我称尊。再有敢讲迎击石将军的，必斩不饶。呵，众将军一看这个，行，这人死催，再也不能劝了。石勒大军就逼近这个蓟城了，然后吆喝守门军士开门。由于王浚呃，先前有命令，一定要热情地迎接这个石勒石公，军士们不敢怠慢，赶忙大开城门。王浚毫无戒心啊，石勒却多一个心眼儿。 他害怕什么呢？他害怕进城之后会遭到这个埋伏，他就先派兵啊赶进去数千头牛羊啊，就声称这是我们献给，呃这个王宫的，以此来堵塞城内的通道。所以说，即使王俊有伏兵，这么多牛羊塞到，那些伏兵一时半时马也出不来。听闻此事，好、啊，数千头牛羊一下进了城了，王俊开始有点害怕了，他就在的殿内或起或坐，犹豫加犹豫了。 那么石勒入城之后，立刻纵兵大掠。王俊手下呢，这个时候还恳请出兵抵御，王俊依旧犹豫不答应。如果他这个时候出兵了，即使是不能击败石勒，最起码王俊还有他手下助将呢，还有逃跑生还的机会。那么这个王俊在这么重要的紧急关头，他能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